家好啊，我是阿添啊。咁咧今日介绍台湾制造嘅简易机咧。咁呢度我身后边咧有十几二十款嘅不同嘅型号啦，不同嘅容量嘅 size 咁嘅简易器。咁呢个台湾简易器嘅好处，其中一个卖点咧，就系、是、可以我呢个泵泵咧有一个回溯嘅功能啦。咁当你入边有简易器之后咧，咁每揿一下咧，佢都会自动翻上去嘅。咁稍後咧，我一間會有個片咧去介紹俾大家嘅再。咁我哋有唔同嘅容量，有唔同嘅 size 咧。咁喺家庭安裝方面咧，我哋可以用佢本身附帶一個 3mm 嘅貼啦，同埋有一個細支裝嘅玻璃膠俾大家去黐嘅光滑嘅瓷磚嘅表面啦。如果你哋嘅膠機嘅瓷磚唔係光滑咧，咁可以用叫師傅咧就轉膠質收螺絲咧，咁就會穩固噶啦。好，咁呢一個咧特別嘅地方就係呢個一公升嘅大容量。咁佢個好處咧就係當你入一啲普通嘅簡易嘅時候咧，佢會製造一個泡沫狀嘅液體都俾大家，咁亦都係好方便嘅。咁休息間我哋都會有個短片去介紹俾大家嘅。今天介紹就來到這裡了，希望繼續大家勤洗手，大家齊心抗疫，一齊努力，拜拜。